第39题，假设你身体的电阻为12万欧姆，当碰触24伏特电瓶的电极，通过身体的电流为多少安培？根据我们的公式 V 等于 IR，我们的电压是24伏特，我们的电流不晓得，我们的电阻是12万欧姆，所以我们电流就是24除以我们的12万，消掉。这里变成二，所以是2×10^-4，也就是0.0002安培。所以呢，第39题答案问我们说，通过身体的电流为多少安培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0.0002。